大家好，我是月夜，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威海的一个溪流啊。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说要测试一下我们即将上市的春汇。我手里拿的这是562UL 的测试杆，最终的成品可能会跟我手里的这只会稍微有一些差异啊。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鱼是钓马口，但是现在已经11月份了，气温也比较低冷了，然后我们看一看吧。这个季节确实不是一个适合钓马口的季节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看看今天收获如何吧。看，我们这边发现了一个小水坑啊，里面好多马口啊。我现在准备来钓一下，我现在用的是科尼的春汇562UL， 搭配的是科尼的神射手，然后我现在用的是一个3.5克的小 VIP， 你们来试一下。不行，啊，还是太大了，我换一个，换个黑银钩，小的一个黑银钩了，中鱼，嘿。看，马口，这条15公分左右吧，春汇562UL神射手威武轮，好，放点啊，再继续啊，哎呀我去，刚刚给了一口，我们没有抓到，脱钩了，现在好像这里面的鱼受到惊吓了，现在不咬了。不咬的话呢，我们就准备尝试着往下游继续再走，再找下一个标点。好，走，出发。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溪流的尽头了，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水面，看这水面上应该有不少马口啊，我们现在来钓一下啊。哎，中鱼，哇，这马口可以，春汇562UL 深色手微物，这上面也3.5克的 VIP 啊，选了一个3.5克的 VIP， 它的好处就是上来的个体都会很大，但它的优点就是有些小的你就要把它放弃掉了，所以这个在用网上大家就是看大家怎么去选择吧。来了，不大。这条不大。有个10几公分吧。不过总体来说比瓜子亮片重的鱼个体会偏大一些，啊，继续啊，这只杆子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外观这个很新颖啊，让人这个耳目一新啊，这个实木的手把，特别做了一个弯曲的一个设计。使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，在握感更舒适，然后这个杆子的包头的指向性也不错啊。我现在用的是一个3克的一个 VIB 啊，然后搭配的是我们神射手的微物水底轮，轻轻一抛就可以抛很远。中鱼，哇，这条可以，哇，
那个拉力也可以。哇，又是一条20公分左右，谁在走威武。哇，三颗的烟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钓行也就结束了。这个天气，这种天气情况下，我们钓了那么几条体型不错的马口已经很不错了。562UL 呢，一天使用下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抛投呢是非常的顺畅，啊，推荐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。那么今天钓行基本上我们也就结束了，然后现在天也不早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山区里面，天黑的比较快，然后天一黑了，这个温度就下来了。我们今天穿的还是比较单薄的，所以我们就先撤了，我们下次水上见。